Hello， 大家好，我是影子。然后今天呢，我要做这个，终于做卡牌的回归了。这次回归 ，Ride 这首歌叫 Ride on the Wind， 是吧 ？Ride on the Wind， 对。然后呢，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说会做这次的回归，但是因为，前几天一直也都没时间，对。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先来看 MV， 看完 MV 我再说。三二一 ，Go。这个一听前奏就是卡牌的风格，卡牌就是一听就是卡牌的风格，对。鸡哇，大哥，这个有中奏哦。哇，大哥这次刚开始唱歌嘞，是 vocal。基舞啊，超喜欢基舞的声音。哇！啊 ，BM 唱歌。哇，身材是真的好。啊，这次是清爽的感觉。啊，期待的就是群舞呀。我看出来了，这次的 CP。哇，嗯，基舞忙得太帅太霸气了。哇，苏敏好美。哇，苏敏就声音就很，他和他们两个声音特别不一样，基友和苏敏。哇哦，哦，哦，这个转换好。啊，这个感觉好开心啊，真的。啊，最后这点好好听 ，Car， 哇哦。其实我已经看透了这次的 CP 了，我知道其实呢，卡牌就是两男两女嘛，就是他们有六对 CP 对吧，随机组合，但是呢，我看透这次就是感觉像是大哥和基舞，然后呢苏敏和 BM， 对，其实真的很可爱。然后呢，其实这次回归就像我说，就是可能夏天嘛，就是他那身绿色在海边绿色那一套衣服给我一种特别清凉像雪碧一样的感觉，对，就是这首歌整个就是有点心情很好，心情好然后很清爽的，因为夏天在海边嘛，对，不可缺少的元素。然后其实我想说卡牌真的从他们，我应该是从他们先行取第三还是第二，应该我想应该是从 Don't Recall 开始，对，然后开始那个我至今就是包括这首歌我至今最喜欢的我感觉是 Don't Recall， 那个舞蹈还有那个真的哦，好喜欢那种风格啊。然后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因为两男两女这种混的组合
就是我没有见过多少，对，然后对，所以关注了他们，就觉得真的很棒，他们的实力真的很强。然后呢，因为可能在韩国现在还是，就是知名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在海外，尤其是在南，就是在那个美洲那边，哇，真的，我知道，之前看他们就经常在那边巡演嘛，然后真的很棒，所以希望我们卡牌早点在韩国激起火花，对，然后这次回归也特别的不一样，跟之前很不一样，对，然后谢谢你们的收看吧，谢谢你们的收看，然后喜欢视频小可爱可以。